娱乐频道美中和报道。34岁，日本前 AV 女优苍井空，外形甜美，身材火辣，是许多男性心中的性感女神。元旦宣布闪嫁 DJ 男友的 NON， 让众人相当惊讶。昨11日，在节目上公开求婚过程，苍井空11日过要指性感 AV 女团，会比受麝香葡萄主持的网络节目当嘉宾，并举行紧急结婚记者会。她写穿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，还透露老公当时在一间很普通的餐厅，以给你幸福，请跟我结婚，向他求婚。苍井空坦言，未来想替老公生2个小孩，好友为庆祝他结婚，在节目中接连拿蛋糕狂砸，使得他的脸上全沾马奶油，模样十分狼狈。苍井空虽已退出暗黑界，仍是不少宅宅粉的女神。白社自网路苍井空喜讯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，白社自网路好友为祝贺新婚，不断拿蛋糕砸苍井空。白社自网路苍井空脸上满是奶油，模样十分狼狈。白社自网路苍井空脸上满是奶油，模样十分狼狈。白社自网路。